来了，他来了。你说他会去哪里？找最后一个仇人，完成计划的最后一步。 九龙温莎酒店，立刻派人过来。你来了。 凶手另有其人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果然是他。当年的知情人也只剩下你和我了。孔成被抓了，没有后患了。你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错，真真和沈凌是孔成杀的，但是安庆瑶和童明不是。你说什么？安庆瑶和童明都死了？难怪派去的人说，怎么也找不到安庆瑶和童明，原来已经死了。 对，都死了。现在应该轮到你了吧？当年的知情人就只有你和我，说不定下一个会是你。不会的，因为李旭已经死了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李旭死了，那你是谁？你不是李旭，我是徐佳琴。徐佳琴。 徐佳丽的妹妹，没错，我就是徐佳丽的妹妹。为了给我姐报仇，不惜整容变成李旭的样子。那又能怎么样？你想杀我？别做梦了，死的会是你。